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旅行小姐柴俊猫。今天来到的地方是圆山的花博公园。那这里除了有很多不同主题的展览馆可以参观以外，还有台湾设计商品的创意市集可以逛逛哦。那最特别的是，这里还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情形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抬起头，扬起脚，一边看着飞机，一边欣赏柴俊猫带来这首充满勇气的创作，叫做《羊角》。双手交